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 女玩家。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去日本必买的药妆。一来是私心想记录一下自己2024年必买的清单，二来都想同大家开心 share 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你都啱用，下次大家去日本可以买来试一下。好，咁第一样我在日本会买的药妆呢，就是艾哈达系列的产品，它是专放敏感肌的，因为我是超级敏感皮肤，试过它的产品，块面真的没那么痕和没那么红的，不过它有些产品就是有药性的，大家买的时候都要留意。暂时我在香港松本清和 Donki 都找不到它，所以它是我在日本必买的药妆之一。第二样就是大正制药的 Fix 喉糖，它有杀菌消炎的效果，先前喉咙开始有些不舒服，吃完第二天就已经好返好多，而且它有很多种味道的选择，连绿茶味都有，不过呢我就 prefer 柠檬味的，大家如果去到日本喉咙有些不舒服的就买来试一试啦。第三样就是 DHC 的唇膏，相信很多人都识它的，起初我都是听朋友讲好用所以试一试，点知一试了就不停入货，因为我喜欢在临瞓前搽唇膏的，先前就是用开 Livia， 但是第二朝的嘴唇都是有点干，但估不到 DHC 的唇膏令到我第二朝的唇是有润的感觉的，虽然香港都有得买，但是在日本真的便宜很多啊。而第四样我会买的就是 CC Bella 的口罩，虽然 COVID 都已经过去了，但是感冒或者去诊所啊医院的时候都会戴口罩的，而且 CC Bella 的口罩真心觉得漂亮，有细面的效果，又有很多颜色的选择，所以我每次去日本都会入返些小货的。而第五样我会买的就是 Ann Honey 的发油啦，我本身头发是自然挛的，洗完头用一用它，感觉头发是有平复返些少的，但是当然就不是完全顺直啦，但感觉是好了很多，而且它的味道是蜂蜜味，不会太浓味。而第六样我会买的就是面膜啦，因为对比起香港就真的便宜很多的，而家尤其是依期最 hit 的 Dermalaser 面膜，它是标榜三分钟就可以敷完，敷完又真的有好水润的感觉，非常之方便，所以去亲日本我都会买返堆面膜返香港的。而第七样呢就是太甜胃散，食嘢食滞咗，食返包个胃真係会舒服返好多。其实有次我去台湾食麻辣火锅，食得饱得滞，瞓都瞓唔到，去咗台湾松本清搵药，搵到太甜胃散，食完即刻瞓得着，自此之后佢就我看门口去旅行嘅必备胃药，而香港就真係好贵，所以我去日本一定会补货。而最后我会买的药妆就是最新出的护肤和化妆品，每次我去日本之前都会去 Acosma 的网站做一下功课，看看近期日本最新和获奖的产品，去日本就会买回来试试。好，那今次我的分享就来到这里，想看更多日本旅行的资讯就去我的 channel 看看啦。今次是我第一次分享药妆的影片，喜欢的就给个 like 告诉我知啦，同埋都希望大家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支持一下我，我会分享更多旅游资讯同埋我见到有趣的东西给大家看，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